光速绕地球，天涯若比邻。大家好，我是张龙军，欢迎大家来到网际网络应用第一讲课程，共同来认识电脑网络。本讲次的课程目标有三：第一，带大家认识电脑网络；第二，带大家了解何谓软体、硬体及相关的专有名词；第三，带大家了解电脑网络的功能与应用。 以下将一位同学解说。首先，先带大家来认识电脑网络。电脑网络 （Computer Network） 它又称为讯息网络，它是利用各种通讯装置和线路，将世界各地，也就是不同地理位置、功能独立的电脑系统连接起来。它结合的功能相当的完善。 电脑结合相关的电脑软体来实现资源共享和资讯传递的效益。电脑网络连接两台或两台以上的电脑进行通讯的系统。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何为软体。软体 （software） 它是一种按照逻辑顺序组织的电脑资料、程序与指示，是电脑中的无形部分，我们根本看不到它。 软体可依照它的目的来区分，分别为第一种系统软体，用来运行或控制硬体所开发的软体，例如作业系统、BIOS；第二种应用软体，它是根据使用者的需求有特殊的应用目的而撰写的软体，像各位用的 Office 或者是一些绘图软体，都是一些应用软体。 第三，恶意软体，它主要是在窃取使用者的资讯，或者是在挟持使用者的电脑，所以这个部分，各位在使用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各种软体一般都会有其对应的软体授权，软体的使用者必须在获得授权的同意下，才可以合法的拥有，并使用该软体。至于 硬体又是什么呢？硬体叫做 Hardware，是指在电脑机箱内已组合出已不可运作的个人电脑，是电脑中的有形部分。一台电脑的组成至少包含以下四种：第一，主机。主机里面有所谓的主机板、CPU、记忆体、硬碟、显示卡。 还有机箱跟电源等。第二种显示器，它的样子其实跟我们的电视很像的一个装置。第三，键盘，常用的有有线的键盘跟无线的键盘，目前大部分都是一百零四个键的一个输入装置。第四，滑鼠，常用的也是有分为有线的滑鼠和无线的滑鼠。 它也是三个键的一个输入装置。硬体跟软体又是什么呢？系统软体是储存在硬体里面的一个储存装置内，而系统软体的结构包含了韧体，例如 BIOS 或作业系统等。这些软体主要都是为了让相对应的应用软体可以在使用者面前呈现出比较好的一个效益，而作业系统。 常会借由汇流排、bus 与装置沟通，这需要软体提供相对应的驱动程式 （driver） 才行。那一部电脑其实需要软体加硬体，缺一不可。在我们的电脑系统架构里，电脑软体需要搭配硬体才可以运作；相反的，硬体也需要有软体才能展现它的效益。软体和硬体。 谁都无法在不互相配合的情况下运行。接下来，我们来看相关名词的解释。第一，韧体分位偶，它是一种嵌入在硬体装置中的一个软体，它其实就像介于软体跟硬体之间的一个沟通桥梁。没有它，我们的软体跟硬体也都无法运作。对于硬体内部而言， 更加贴近内部元件，是非常重要的部分。第二种，作业系统 （Operating System），简称 OS，它是管理电脑硬体与软体等资源的电脑程式，也是电脑系统的核心。作业系统需要处理的事情，例如管理与配置记忆体，决定系统资源供需的优先顺序。 控制输入与输出装置、操作网络、管理档案系统等各项事务，就像我们电脑使用的 Windows，它就是作业系统。各位的手机 Android 或者是 iPhone 的 iOS，其实都是所谓的作业系统。接下来我们来看基本输入输出装系统，简称 BIOS（B.I.O.S.），BI 它是扮演着 硬体作业系统沟通的一个桥梁。电脑在开机的时候，大致上会分为五个执行阶段，每个阶段循序渐进，必须完成这些阶段，电脑才能正常运作。这五个阶段分数如下：第一个，初始阶段，就是我们 BIOS 在这个阶段会执行的部分；第二个，开机载入装置；第三。 核心载入阶段，第四，核心初始化阶段，第五，登录阶段。接下来我们来看什么是应用程式。应用程式主要是针对使用者的某种特殊的需求与应用目的所撰写开发出来的软体。汇流牌，简称 Bus，电脑元件间标准的资料交换的模式。 以一种通用的方式，为各电脑元件提供资料传送和控制的逻辑。驱动程式 （driver） 它是一个允许高阶 （high-level） 电脑软体与硬体互动的程式，相当于硬体与硬体及软体与硬体之间沟通与资料交换的界面。作业系统必须透过这个界面。 才能控制软体程式或硬体设备，让软体及硬体设备可以正常工作与使用。接下来，我们来了解电脑网络的功能与应用。电脑网络的功能有哪些呢？有三点：第一，资源共享；第二，数据通讯；第三，讯息服务。 接下来我们将一一介绍。第一，资源共享。资源共享指的是电脑网络的所有数据资源与软硬体资源共享了，指的是网络用户能全部或部分的使用或分享网络内的相关的资源。例如，Google 云端硬碟就是分享硬体资源，让大家可以轻松存放自己的资料。 与他人分享共用。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它的网页。哎，目前这个网页是 Google 云端硬碟的网页，它有相当相当多的功能，例如它有 15G 的硬碟空间，可以让各位任意的使用。我们就来试看看。 在未来的课程也会带各位申请一个 Gmail 的账号，有了 Gmail 的账号之后，我们就可以很轻易的使用 Google 的相关的功能。来这个页面我们可以看到，Google 其实蛮贴心的，它会帮我们验证我们的身份。为什么要验证？因为 他会计计算出你平时使用的习惯，那因为我平时都是在家里使用这个 Google 账号，所以他认为说，诶，这个时候为什么有人用你的账号在这里使用这个账号要登录？所以他跟你讲说，我能不能透过你的 Sony Xperia Z2A 的这一台机器去接收说你是本人在使用？所以我就按传送。 这个时候，我的手机就会呈现出一个所谓的“正常是透过其他电脑登录，问你是或不是。所以我只要按 Yes，大家可以再回到这个电脑的画面，它就呈现登录的状态了。来登录之后呢，这里有相关的功能，我们点进去。未来各位申请了 Gmail 账号之后，你会发现你可以用的功能有很多：Google 地图、YouTube。 Google 的 Play 商店还有相关的新闻，好，那我们现在要讲的是它的云端硬碟，这个云端硬碟的功能。点进去之后，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云端硬碟里面，你可以放很多你既有的文件资料、影、音讯、影、影音的部分，都可以放在这上面。 那放在这上面之后，这个云端硬碟之后，你可以跟你的时、你的其他的朋友去分享你相关的资料。它的好处就是，有时候我们的档案都是好几、好几十枚甚至上百枚的的硬碟的档案空间要需要这么大，我们不太可能透过 email 去寄送，也不太可能一天到晚拿着随身碟去复制档案给别人。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透过云端硬碟来将资料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云端计算运运算的部分。云端运算其实就是我们在写程式的时候，有时候需要进行大量的运算，但这些在我们自己电脑来执行的时候，都需要很长的时间。所谓的很长的时间，大部分都需要半天以上的时间，才有办法帮你把相关的。 结果算出来，这个时候如果可以有更短的时间可以得到了执行结果，那我们一定会用那样的系统来处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采用云端运算的机制，将相关的程式放到外部的云端系统去执行计算，计算完之后等到完成再将相关的结果传回来。第二个数据通讯。 通过电脑网络将世界各地的电脑用户连接起来，利用网络传输技术，让电脑之间可以传送文件、城市和数据资讯等。例如，我们可以架设一台 FTP 网站，放置相关的资料供人们使用。我们也可以透过网络分享机制，让近端的使用者可以很快的传递相关的资讯。第三。 讯息服务，其实各行各业都会为了自己的内容架设一个内容丰富的资讯传递平台，网络使用者可以在这些平台上获取一定程度的资资讯服务。例如，我们可以上 Google 利用关键字找寻相关所需要的资料。我们来看一看相关的网页。哎，目前我们所在的页面是 Google 的页面。 在中间的这个区域是所谓的搜寻区域，我们可以输入相关的关键字。假设我们要寻找台北美食小吃，那我们要找的是台北美食的拉面的部分，我们就可以输入台北拉面这样的关键字，让它去帮我们做搜寻。这有个 Google 的搜寻按钮，按下去。 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页面现在呈现出来是，都跟台北相关的拉面有关的讯息。大家可以看我蛮、哦、多的哦，至少有十页以上哦。每一页其实大家看至少都有十笔的资料。那我们可以一个一个点进去了解一下，到底这些人怎么介绍这个拉面店的。这个未来大家可以连过来去做相关的比较。 你如果不晓得我要吃什么拉面，你也不晓得这一家拉面店是不是个一般人所谓的地雷，那你就可以先上网来做相关查询的动作。那有时候相关的布洛克他们还会跟这些拉面店做结合，会有各种的优惠的方案都会显示在他们的网站上面。那我们来看看联合新闻网。 然后我们目前看到这个网页是联合新新闻网的网页。其实有时候我们不见得都要看纸本的报纸。那你上了这个新闻网的网页，其实联合新闻网、Yahoo 新闻网、PC 后面也有新闻，他们都把所有的每天世界各地的相关的新闻结合放在这个平台上面。各位就可以看到上面的分类，其实还蛮丰富的，有目前的即时新闻、要闻。 相关的娱乐类、运动类、全球的新闻、目前的社会新闻、产经股市等等，各位如果有兴趣，可以针对你想要的部分点进去去了解。像我平时都在看运动类的，我就可以去了解目前的运动相关的 NBA、中值、MLB 目前的最新的赛事的状况。所以，其实，在网络上我们可以找到很多。 相关的新闻的内容，还有在各个平台上面，其实除了新闻以外，除了我们做关键字搜寻以外，还有很多是专门为特殊领域的相关的资讯平台，例如有相关语言类的资讯平台、技术类的、理财类的、设计类的、跟休闲等等，只要你想得到的，在网络上都找得到。 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在网络上，这些平台都是二十四小时全年不休。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天下杂志》的资讯网。哎，这个《天下杂志》的资讯网，有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要到图书馆去借杂志来看，其实你还要走这一段路。 那你上了网之后，你可以连到天下杂志，你就可以看到相关在杂志上的讯息，在这个平台上都有。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文章你都可以看，有些是必须你要注册成会员之后，你才可以去看它的相关文章，或者是你变成它的付付费的会员，你才可以完整的去知道它的整个杂志的内容。 不过原则上，在我们的网际网络上面，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很方便、很轻而易易易得。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的是电脑网络的应用。电脑网络有哪些应用呢？第一个，物联网。我相信这个三个字在目前的这个这几年的时间是一个非常夯的议题。网际网络是属于资讯网络，那物联网呢？ 它就是把实体的物件做一个结合，变成一个互联网的一个一个效果。所以物联网呢，其实是目前在产经学界非常夯的一个议题，在讨论如何设计出这样的一个系统出来。第二个，远端管理，远端管理呢，最主要是透过远端控制，不用到现场去处理，就可以管理好相关的事情。第三，辅助决策。 它最主要是透过网际网络，让各地专家可以一同讨论，并提供建议。在一般公司里，常常你就会发现，在讨论一个专案，国外的客户不可能每次在跟你讨论专案的时候都在同一间办公室。所以我们在讨论专案的时候，就会采用 conference call 的方式，大家一起透过视讯会议来讨论相关的专案的问题。接下来，自动化控制。 它是透过远端自动技术的设计来达到智慧工厂、智慧家庭。那智慧家庭其实就跟刚刚的第一点物联网其实是一样的东西，就可以让我们在回家之前，我就可以透过物联网的功能，让我可以直接去启动，例如冷气，例如相关的保全，或者是把灯打开来，可以帮我们做一些。 我回家就会要去做了一一一些工作。再来查询检索，查询检索就像我们刚刚在 Google 上使用的关键字的功能一样。但是如果我要是图书类的呢？我可以不用到图书馆，我也可以轻易的在网络上经过查询所需要的相关的资讯，就可以知道这家图书馆是不是有我要的东西。如果没有。 那我是不是可以利用联合馆藏的方式去了解哪些图书馆有我要的、有我要的东西？查出来之后，我再到该图书馆，或者是透过我原来的图书馆帮我做相关的管际合作。最后一个，远距教学，透过通讯网络，很多的教学方式都可以透过网络上来呈现。所以，例如电脑教学、视讯频道等这些传输媒体。 就可以很轻易的利用互动方式来进行教学，不需要我们的学习都要到现场才可以做学习的动作。讲完了这些网际网络功能与应用之后，我们再来举个例子，举个举一个实际上网际网络的应用的范例。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假设现在有一个连续假期，各位想要来一个环岛旅游，那请问各位你会怎么去规划这样一个行程？ 有些人可能会回答我说：“很简单啦、啊，我们就找旅行社就可以搞定了，旅行社会帮你处理所有的吃住交通等等的问题。”但是各位有没有发现，我们找旅行社，其实旅行社呢，他们都已经是有很多的合合作的对象，但是他合作对象都是那几间，所以他的行程出来呢，说实在没有很多特别会让你意外惊喜的。如果 各位，你不想受限于旅行社，那你会怎么做？我想，如果有一个很不错，我想要一个很不错的体验，那我可以怎么进行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尝试的连上网际网络，去找寻相关所需要的资料。第一个，你会，你可以先想想看，你想要去哪里？那那些地方有哪些景点可以看？所以，我们可以可能会找景点。 会在哪里呢？可能在台北、新竹、台中、云林、台南、高雄、台东、花莲、宜兰等等。那我如何在网络上找到这样的资料呢？我们再回到刚刚的网站上，我们来看 Google 的网页。Google 网页里面一样有搜寻列的部分。如果我要去台北的景点，我可以输入。 台北景点，然后按一下 Enter，他就會跟你讲台北的旅游景点有哪些。大家可以在这网页上可以看得到，阳明山公园、龙山寺、西门町、中正纪念堂等等。那各位都可以根据你的喜好，或者是说你可能也不是很清楚这些景点长得怎么样子，你可以点进去看看人家对它的介绍。来，阳明山国家公园。 你可以点进去它的官网，参考参考一下它的说明。假设这个景点是你觉得，诶、欸，我没有去过，那也不错，那你就可以把它纳入你的台北景点之一。OK，那这样子，你可以把你各个县市你想要的去的景点都找出来之后，那有的景点，那请问各位，你要怎么去？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考虑到交通工具的部分。那交通工具原则上。 最一般的就是，可能我们要做的是高铁、火车或者是客运，但是不管哪一个，这几种工具都会有所谓的乘车的时间问题，还有这些工具它到底可以到到达到哪些景点，哪些景点是没有办法到达的。如果这些都没办法解决你的问题，那你是不是要思考自行开车？那其实就我个人，我比较喜欢自行开车，因为。 之前开车在规划上机动性比较高，接下来有了交通工具，你是不是要在思考我们到底要住哪边，可以找到哪些，我们就可以去尝试的找出我们要去的这些景点附近有哪些民宿跟饭店。同样的，我们回到刚刚的网站上这边来看，假设我要到台南，台南。 孔庙，我要住宿，他就可以帮你找出在台南孔庙附近。来以这张图的部分，他就帮你找出在台南孔庙附近到底有哪些住宿的住宿的地方。甚至目前大家有在这些小图上可以看到，它有标这间一千九百九十九，就代表他住一晚只要一九九九就可以搞定了。 所以你可以透过 Google 的搜寻，帮你找出我可以住哪边。好，有了可以住哪边之后，接下来就是那我要吃什么。同样的，你可以透过刚刚讲的美食小吃的方式，我们可以找到吃的部分。有了以上吃的、住的、玩的资料之后，我们就可以算出我们这趟旅程大致上的预算有多少。而这个价格，所有的价格。 都可以在网络上查得到。最后一点可以注意的，如果我们是采用自行开车的方式，我们可以再多计算一样东西，就是我们的行程距离跟时间。那我们可以透过 Google 地图帮我们计算出相关的行程距离跟时间是多少，这样可以让我们的整趟的行程不会浪费太多的行程时行车时间，可以让我们整趟的行程获得最大的旅游效益。 等你们玩回来之后，就可以把整个旅游规划的文件，跟你在各个景点甚至美食所拍到的照片整理完后，放在网络上。网络上我们可以放在社群软体，例如 Facebook，或是刚刚介绍的云端硬碟上面，就可以透过这些分享给其他有兴趣的人，让他们也可以透过你的经验，为你的规划为自己规划出一套不错的旅游行程。其实这只是。 网际网络的一个很小的应应用，网际网络为我们带来的便利将会在未来的课程再与大再与大家分享。为了让同学了解是否有学到今天的课程，我们将进行课后评量的单元。先来看看三题试非题。第一题：电脑不一定需要软体与硬体相互的搭配。 才能运作。第二题，软体可以随意取用，不需经过授权。第三题，电脑的组成至少包含主机、显示器、键盘、滑鼠等。接下來我们再看下一个简答题：电脑网络的功能为何？ 自卑题，第一题，电脑不一定需要软体与硬体相互搭配才能运作，其实答案是错的，因为电脑是软体跟硬体的一个组合，必须两者兼兼具，缺一不可。第二题，软体可以随意取用，不需经过授权，答案也是错的，因为软体都是每一个创作者的智慧财产权。 不管软体为何，都需要经过创作者的授权，你才可以正常使用。第三题，电脑的组成至少包含主机、显示器、键盘、滑鼠等，答案是对的。当然，你如果还要外加相关的功能或者是设备，你可以额外的外加设备。接下来的简答题，电脑网络的功能为何？ 答案有三者：第一，资源共享；第二，数据通讯；第三，信息服务。今天的课程讲解到这，希望同学能了解今天的内容，再配合教科书与函授的学习，相信同学可以更清楚哦。谢谢大家参与，我们下回见。